无线新剧《不懂撒娇的女人》下星期一首播，由林文龙、孙轩、黄浩信和唐诗咏担正，标榜首部 4K 全实景拍摄，还去埋上海和台南取景，都算是无线近年落本之作。不玩度叔悭皮，虽然剧集未正式播出，不过都有不少精彩花絮流出的。其中33师孙慧雪在 bra 店串爆，港女唐诗咏是香港 A 级之城代表，即是上维德 A 级，串嘴到爆。唔紧要啦，香港是 A 级之城，而你就是我哋香港的代表。另外，近年无线喜欢撒盐花吸引观众，黄浩信继 EU 超时任务除正条底裤之后，今次又要牺牲色相。半裸路跑追小巴，而今次仲由底裤变咗一条细肉筋遮住小浩信。不过如果作为女观众，就希望有幸见到小浩信真身啦。